晚自己可能睇 social media 嗰陣時都見到有啲 fans 已經喺度 stand by 咁排緊隊。咁其實一方面係即係好多謝佢哋支持嘅，因為之前都成日講即係出道幾年嚟，即係佢哋嘅支持就唔係必然嘅。咁同埋佢哋都就係無條件咁付出咯。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好擔心嘅。即係擔心佢哋喺度通知我，可能又會唔會食嘢啊，會唔會凍啊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希望佢哋下次即係唔好通宵咯，即係可能休息夠，即係最多可能早幾個鐘嚟咁樣咯。咁我都好開心可以同到大家見面嘅，真係。呢個近呢個禮拜都見你好多。哦，係。感恩咯，即係今個禮拜我自己早幾日同屋企人食飯睇電視都發覺，連續有幾個自己咁樣，咁都好開心嘅。咁爹哋媽咪見到都開心咁樣。咁係之前一路拍落，可能而家就慢慢開始出咯。咁就多謝大家俾機會我可以即係有多啲工作嘅機會係。頭先講聽到現場啲 fans 都叫你即係嗌啊，即係開始投票啦，先啦。哦，係。係。我又冇聽到，不過見到佢哋做好多幫手拉票嘅工作嘅，咁好多謝佢哋咯。咁同埋都希望大家真係好支持我投我自己呢個 as 一個個體嘅同時，都投埋 Mirror 咯，因為希望可以集合到大家嘅力量咁樣，等多啲人可以認識到 Mirror， 聽到 Mirror 嘅作品咁樣。所以希望大家除咗投我哋各自 solo 嘅成員之外，都投 Mirror 咯。我自己都會投票的，即大家既然有這個有個可以投票的機會，那就不要浪費。所以會投自己還是投我個人我就不投了，但組合我就會投 Mirror 了。之前你有個廣告就有一隻狗仔歌，是是因為呢我身為雞髀的主人以及他的經理人，我那天又要參與拍攝的工作，我怕那天是照顧不到他，因為我覺得平時拍攝的時候就會即做足準備，因為有很多 script 啊咁樣，又要準備好自己哦點樣拍得好啲。咁所以如果雞髀都去埋，即係我隻狗仔啦，如果佢都去埋嘅話，我驚控制佢咧就用咗我九成嘅精力，佢都比較活潑。咁嗰日拍嗰隻歌機，佢係男仔嚟嘅，咁佢又好乖咯，同埋第一眼見佢就覺得佢同我隻狗有啲似樣，因為佢哋都係頭頂有粒掣咁樣嘅，所以都幾好玩嘅嗰日，佢又好乖咁樣，好配合啊。開心我覺得我個人的性格都是有時候都有情緒都有上落，即有時候開心有時候不開心，我想很多人都會的。那有時候可能遇到一些自己的煩惱的時候，就我是比較容易轉牛角尖的，那但是當想通了之後就會沒事，一天都乾了。那所以就都希望大家都是對待自己的情緒，即是不開心 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找個方法令到自己開心翻就 OK 了。係。都有同佢傾偈嘅，但係我哋嗰種傾偈就唔係話我哋坐低傾好耐，而係其實我哋都好似好明白大家。可能因為我哋初係頭兩個一齊出 solo 嘅成員啦，咁可能面對嘅壓力啊，或者嗰陣時嘅心態或者一啲處境都好相似嘅，咁所以我哋就會好明白大家，就有個默契。有陣時可能佢會 sense 到我唔開心，真係可能我哋見面嘅時候就過嚟拍我膊頭，啊你點樣啊咁樣，冇事啊嘛咁樣。跟住可能見到佢唔開心，我又會安慰下佢，即係大家係有呢一種嘅默契同呢種嘅情義喺度咯，係。現在就未開始的套劇，咁就好似聽聞是下年年頭開始咯，咁樣咁都幾開心。我同佢都好開心嘅，即係一嚟我又未同過佢一起拍劇啦，二嚟又係我哋自己好中意打籃球，咁所以都幾期待今次套劇。最近咧，你哋為呢、這個即係變相好似我影片一係。係。係。一我冇聽講過，但係都即係。多謝大家愛錫咯，但係都希望大家唔好炒賣咯，即係係咯。可能如果有人真係做呢啲行為嘅時候，大家都唔好買咯，即係唔好助長呢個風氣咯。即係有陣時好似演唱會咁都係嘅，即係我哋一開演唱會當然好開心，因為可以多啲機會同 fans 見面，又可以即係表演到俾佢哋睇。咁但係每次一有演唱會就可能有黃牛出現，咁呢方面我哋係唔係幾開心嘅，所以都係鼓勵大家唔好。
即係鼓吹呢個炒賣嘅房。咁啊，首先恭喜佢先啦，因為佢第一部電影嘅作品都幾戥佢開心嘅。即係我覺得唔同成員可以解鎖某一啲成就，我哋作為即係其他隊中嘅成員都會戥佢哋開心嘅。咁我就唔覺得係打對台嘅，即係反而係感恩咯，好開心咯。即係見到大家都有都好忙啊 ，keep 住忙，即係每日都有大家唔同嘅嘢做，咁呢一樣嘢係最開心嘅。係。未睇啊？未睇啊？有機會都會想睇嘅，即係。都會即係如果有一啲拍攝嘅時候要配合個角色嘅話，都會做嘅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專業嘅一部分咯。即係為咗個角色，我角色需要嘅，我就點樣去點樣做到最好咁樣。佢都有show過啲邪惡上身嘅鏡頭前面，誒，咁我哋好多其他成員都好 fit 嘅，即係可能係即係大家都會比較，我覺得特別入咗行之後，即係可能我以前做運動員嘅時候咧，我都唔會特別去做 gym 話係我要個 body figure 好睇啲，可能都係為咗個運動表現。但係而家就可能會aware 少少，即係覺得要 keep fit 啲啊，因為可能隨時咧某一個角色或者某一次拍攝咧，就可能要我俾大家睇到，咁所以就隨時做足準備咯。聽唔到 ，sorry。籌備成點？而家雖然未大家一起排舞或者一起有 band rehearsal 咁樣嗰啲，咁但係我自己基本上就揀好曬我想表演啲咩作品，咁然後其實都係自己屋企練習咯。因為12個成員要齊整練習，可能有啲難約，咁所以就自己私底下做好自己範疇先，咁準備好啦，大家一 group 埋嘅時候就好 smooth 咯，可以去得。再有新歌，希望咯，即係自己都 keep 住有做嘅，咁就但係都睇下安排，咁亦都知道大家都有等待中嘅，咁我都好期待，咁就一齊期待一下。都可能係今年之後。暫時未知，係。